我是观光列车团到109年10月9号秀展七图展。昨天零一分所拍摄的是3029年先看完苏澳行的超杂跑全回撤。用705+706超杂跑跑全回撤站，七图站关闭车门时间2009年10月9号秀展就在零一分拍摄。拜拜。各位旅客您好，往平溪线的旅客，请在瑞芳站换车。我自强了。下站瑞芳站了。我的明日西顶观光站到1、2、3、4、5、6节，明日西顶观光站车站洗车线停靠，超感动，六节，明日西顶观光站车。八图站通过。区间车。应该是600行程的。音乐是要网络吗？啊，刚刚是就那800。